好漂亮啊！快过来，快过来！算了，不能惊醒美女。睡觉都这么漂亮，我觉得我要爱上她。等会儿她醒了，我一定要认识她。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。没事没事，都有空的时候。我今天到站了，走。陈翔六点半。好，大家听一下啊，我们的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台总马上就到了。那么在今天的会议开始之前，大家可以每人到我这里来抽取一个台总为大家准备的开年红包。谁要你的照片啊，你个臭自恋狂。团长，哎，团长都拿了我为你们准备的开年红包了吧？拿了。那是你个幸运儿，抽到我的照片，赶快出来领取你的大奖，10000块钱。没事没事啊，看着弄啊。好，台总，洗个手搞得跟泼水节似的。闺蜜那套漂亮多了。嗯，你怎么知道？没事，她男朋友说的。你龟孙，说我的没她的好看是吗？没有，是我。我没说。回家。
看这里啊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哇哦！两位，难道这就是装作不经意把叉子放在脸部线条内侧，让脸看上去比较微的微脸梳？这不就是白盘子当反光板，让脸色看起来更明亮的美白术吗？哼，故意拿那么大的杯子，是为了显得自己的脸更小吧？哼，不愧是我的闺蜜啊，她已经掌握了显头小的终极大法，稍微往后坐，让镜头里的自己显得比对方头小。哼，这是比我使大招啊！果然是我的闺蜜，居然使出了多年未出江湖的手臂挤胸大法，这一招能显得胸变大，这是比我使绝招啊！糟糕，这技能不按套路出牌，你不仁也别怪我不义了。厉害呀、啊！这样一来，显得双腿修长，还不动声色的顺便遮住了我的腿。Low power. 来，准备啊！哇，拍的太好看了！你看，哇，拍的多白呀！你看，还有腿，我都有2米长了都，太好看了！这环境真好，那拍的那么美，哎呦，你看，可瘦了。你看，你也不错啊。嗯，咱们下台来着啊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滑板。我没有父母，爷爷抚养我长大。当其他小伙伴拿出父母为他们买的滑板时，我只能在一旁看着。我不想给爷爷增添负担，但爷爷其实一直都知道我想要一个滑板。在我生日那天，爷爷用他辛苦攒下的钱为我买了一个滑板。我立志要把滑板练好，白天要上课，我只有晚上有时间练习，但是我坚持每天都练习4个小时的滑板。我不在意无数次的失败，我也不在意这满身的伤痕，我只知道我一定要练好滑板，因为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。就这样，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，我风雨无阻地练习了4个月，经历了6789次摔倒。我终于把我的两只手和两条腿全摔断了，我再也不爱滑板了。啊！亲家！咻咻咻咻咻！短，陈翔6点半。